嗨，大家好，我是李阳。哦，就是主题是人生的人生是，那为什么是跑到下线？我今年25岁，那其实我在过往的经历中有过很多的一些比较成长算挑战吧。那自己给自己很多的一些挑战，那通过这样挑战中去突破，或者是学到一些好的经验。那我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想要挑战跟探索世界方式，透过去尝试不同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现在看到我做过有哪一些类型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纯真的小学的时代。在小学时代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那间国内外知名的一些健身器材的制造商，那个叫小三科技那个代工厂。所以我们从国小的时候呢，我跟我哥和我弟还有我，那我们三不时会被拉到我们家的工厂去帮忙去处理工作上的事物，又是赶订单之后。所以你会发现说，就是一个工厂里面会有几个国小生，他们就要去操纵那种工业用的大型电车。甚至他们要自己去看，这样的一些最高级。但是我们国小时候就得去做的事情，然后去做一些电路啊，这些各种，你们会觉得说这个撑的做起来都很辛苦的工作，那是我们家三兄弟国小时就该做的事情。那这样过程中，当我爸是说他是为了训练我们，但我们其实都很明白是为了利益出来。那后来到国中时代，因为家里也是比较注重我们的学习。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的话，那我就比较没有在妈妈家里工作。那到高中时代的时候，那时候接触到那个科育的那个杂志的一些主管。那他们在办一些国际的研讨会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我在高二高三的时候，在办一些国际研讨会时的接待时间招待部分，那时候就说觉得说，因为我认识，那希望说我去那个协助，就是说他们有时候有一些国际型的研讨会，一些大型的项目课程。那时候会带你去接触，那虽然说英文都很差，但是就基本的几句，然后我跟他说，真的不懂地方的话，就是请那个其他的工作人员去协助这样子而已。那这些过程，那到了高中的时代呢，就开始去做了。那到大学时代的时候，其实家里面比较放任，那开始去做很多不同尝试。那第一个的话是那个我们那时候是做补习班老师，我补习班老师那时候非常特别，我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补习班行政开始做一做，那后来就补习班那个老板就希望我去那个当客服老师。杜老师克服一段时间中呢，他又开始希望我们上海去教课。那教课一开始教数学，后来连英文都不能教。后来我就那边补习班真的太黑心，因为当我在台上教课的时候呢，我的薪水还是跟行政还是一样。那后来的时候被另外一些补习班挖角过去，那时候就做他们的招生主任。那后旁边的话就说，那时候也在其他一些公关公司，后来的话也当过专案经理。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在那个瑞丰夜市，那这是蒙古口，那时候我们也做过蒙古口像一个蛋糕。在那个周末的时候，然后像下面的一些那个打工也是，那时候有时候会跟大学同学一起做的，像是说，拿希望那些卖房子呀，那个牌子在路边都在收风水地，在雨地，还有是那个拿了一堆的那个传单，然后去发，挨家挨户发，或者那个看到路人来就发，然后当这中间比较过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当那个房地产公司那个他们在发传单嘛，那时候拿很多，他觉得自己根本发不完，所以太累的时候都拿了一整叠。他说好，我们要去上班了，等他们洗回家放着，我再睡觉。但是其实他后来房子卖完，他也不在意。而像一个很有趣的，就是那个像王某的工作，王某打工的话，就是那我听到他们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就一些身高上的限制，但是他比较危险的时候，是你很多周边东西都看不到，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危险。然后旁边第一个是那个豪宅保全，那个时候是说那时候在研究房地产，那我很想知道说那些高雄一些。精华地段像面主管是那些他们的房子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去管站去做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去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他们内部的结构。而同时呢，三五十的时候会到附近那个房屋中介的公司去跟他讲说，哦，我们是那个土地投资客，那我们集结一点资金，那想要了解这边房地产的话，都会帮我们介绍一些物件，这样子，然后去让从他们投靠一些话。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有几个朋友他们在做房地产投资，那他们需要我们先协助他们了解。高雄这个地方房地产状况，那他变化是这个学生会其实我一直把它认为是我生命中虽然它是无偿，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工作经历。
那都同在校内学生会，那时候担任会长，做到我们创立了全国目前最大的北部的学生会联合会，目前有32间学校组织。到后来说，后来有另外一些发展。那麦当劳的话是那时候我当时觉得说，国内的不管国内外的做人资的一个培育的部分训练做最好的一个公司就是麦当劳。那时候想知道你到底怎么做的，所以那时候曾经在里面去做过。而黑猫的话是那时候也做过他们里面的行政。然后顶光的话也曾在他们里面做过服务生。然后瑞光的话我们在也曾经，因为他一直听人家讲说科技新贵很台湾很有闲的样子，就因此那时候是我弟要面试，那我弟不敢一个人自己一个人面试，我又陪他一起去，就我们就一起被录取了，就很尴尬的就只好一起去上班。我做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就离职了，其实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这样子。我当时主要做的内容就是那个 iPhone 5S 那个触碰那个按键那部分，就那个主电池的部分。那后面这部分的话，第一个是那个是玄奘风云的照片，那其实都是我们在大学时代受外的时候做过那个选举操办。那时候在我们在早期是在2012总统大选时，那时候有组过那个一个表达青年声音的一个组织，那时候就是去影响个两边候选人的一个政见跟政策。那后来说就是我被那个一些某个特定政党挖角过去，那时候也是去协助做一些议题操作，还有一些那个政治的一些那个部分的操作。画面上演唱会，演唱会的话，我们那时候也是当过一个公主生，还有自己举办过。那我们办过最大的一场演唱会就是五月天演唱会，办在我们学校。然后这个是那时候后来有段时间的话是有在那个浙大学那个巡回当任讲师，这一张照片的话是我在那个台大的社科院那边就是担任里面的记者讲师的时候的照片。我下面这两个是我那时候那个曾经做过那个就是社群的小编的时候的时候，那时候去主导过的两个粉丝，一个是那个马斯达贝斯，还有是那个玉女矿泉水。我旁边这部分的话是那时候另外一个朋友公司朋友他自己开那个活动企划公司的关系，那时候去到他们公司里面去做过他们那个行销企划。接下来是个底下是我们做的一个学生支持的一个推广组织，那是那时候在台边那个例子。下面的话是左手边三个，我在有时候会在跨年晚会的时候呢，就是会想利用当地人潮，也是会带一些东西去旁边摆摊，这样子跟着卖。然后旁边这是曾经为我们拿过一期那个专案计划的获奖，拿到一些奖金，所以之前曾经开过钱。设计公司，那现在甚至后来就是交给其他朋友去管理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那个我后来有曾经要弄过的一个是那个精品的一个代购公司，那后来因为募资上面的话，那个资金就有一些缺少，所以说目前在工作。那下面是我在第一金控的话，就资金那个基金公司都实习过这样子。那刚讲这么多经历，那其实会又回归的话，是我相信是主编老师讲过的一句话。他跟我讲过说，探索人生有很多方法，旅行是其中一种。不管你用哪种方法探索人生，就算探索这件事得花上10年，你还是得去做，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对我来讲，我探索自己人生的方式，过去是通过不断的尝试不同工作去了解自己的实际。那未来的话，我可能通过旅行或其他的方式，透过这样方式不断去挑战自我，去了解说自己想要究竟是什么。然后下面这里看到是一个我很喜欢漫画，是。那个《灌篮高手》的作者他画的漫画叫做《浪人剑客》，他说：“一帆风顺的人生路确实很明的，但是事实上却不可能那么顺利，因为会迷惘，会犯错，会绕圈子。可是这样很好，当你回头看的时候，那段跌跌撞撞、充满迷惘的道路，一定会比任何人都还要来得更加漫长。”后，这现在我现在服务的公司是服务那些卖纸币，就是这个线上平台，叫做窝头。那也是很幸运，说这能够做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产业，因为我发现我在。活动相关的产业其实是比较活力，而且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就是比较有累的感觉。那有时候甚至一天工作就算做到11个小时、18个小时，甚至整体两天不睡，那就我但这样做到我还是能够在其中。所以我现在很幸运说，通过之前一些摸索，但之前的那段迷惘日子，不知道自己做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产业的日子，但我今天能够清楚知道说我究竟想要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那这是一个最近可能大家可能看过的，就是你的在你自己人生计划中，可能就是计划就是一条直线，你照着走你就会走到一个终点。但实际上这是因为你准备是你要走在终点，但中间必须经过重重的障碍。这是最近的话有一个有些那个新那个建筑的一些朋友，他们跟我们讲，他跟我讲过说，很多人通过祈祷希望说上帝帮助他们，但是上帝帮助他们的方式并不是说你祈祷完之后就协助你去达成。不是，
上帝帮助你的方式怎样？但祈祷完说，他会给你一个挑战，给你一个难关。但你突破那个挑战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去获得足够能量去达成以上诸下他祈祷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那现在这是一个我以前是我很喜欢的漫画，叫做《医学超人》。他里面内容讲就是说，有一个一个平凡人，他说我不断的训练，然后他让自己变得非常非常强，强到说这个整个宇宙中没有任何的敌人比他任何的那个怪蛋比他强，他任何怪蛋他只要一拳就可以把他干掉。然后他就是说他里面的话有一个其他一个英雄，他说他不断努力，他想要成为英雄，不断努力，但是在他遇到一个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他就被同伴都打败的时候，他就立刻就觉得他血弱，就血弱。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跟那个我们的学长，因为他不认识他，就跟他讲说，平安人是有极限的，有才，他们可能跟大多数的人一样，会觉得说那些有才能的人，或者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从出生的时候，他们从一开始他们的起跑点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奢求自己有一天去达到跟他们一样的成就。我这个当然他在他把那个敌人打倒之后呢，他都那个超人就跟他讲说，界限这些东西到底是由什么做的决定？他说你自己的曾经努力过吧，那答案就很单纯嘛。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达到你想心中想要达到成就的话，那就很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你的努力还不够，只是因为你的努力还不够，就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已。然后他最后他当然就是他后来就觉得说，他可能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后来发现他其实跟他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人，透过不断努力去达到他今天的力量。那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本书，叫做《我比别人更认真》。他这个作者，他通过很多很多论文，历史上很多很多的一些资料，不断去佐证什么？世界上没有天才这个东西。所有的天才，包括大家最以为典范的那个案例叫莫扎特，他都是从他出生开始，像老虎自己是从他出生开始五六岁开始，就不断训练，透过每天刻意不断挑战自己，每天不断刻意的去突破自己舒适圈，他们才有办法去达到大家觉得说他是一个天才的成就。那这本书就告诉大家，透过很多的一些资料去佐证，告诉大家世界上没有天才的东西，一切都是靠着不断的努力去累积出来的。那当然在刚刚前面讲的过程中，那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烂老板。那老板就想大家像旁边看到的，他说就是本来一个工作很多人做，然后就开慢慢把其他人开除。当你承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说你可能有机会。那是在这中间过程去遇到的。那最后是做一个总结，是说大家因为过去这段历程，那到了今天的话，其实我一些看过身边的我一些朋友，他们自己努力一路走来的历程。那我一直相信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公平，那觉得说自己努力没用。但是在这边再跟大家强调，你们努力绝对是有用的。但像刚刚前面那个漫画里面讲的一样，当你觉得说你自己努力还没有办法达到你心中希望成就的话，那只是因为你的努力还不够。那像我今天，我透过不断大家阅读，还有一些努力方式，我个人看过的书有1000本以上，但是我觉得说还没办法达到我成就。后来我了解到我一个朋友，他达到我想要成就的一个成就人，他现在担任600岁的朋友，他担任一间国际企业公司的一个总经理。他每天花在他自己努力充实自我时间是我的好几倍。然后他个人看过的书是我的9倍以上，他是透过他大学期间通过这样的不断努力，他大学工作期间没有天睡过睡觉时间超过5个小时，透过这样的努力，他才有办法去站在今天的成就。他当初他的父母是平凡人，是工人，是一般的小民而已，但他今天居然能获得这样的成就，那通过他身边的这个案例，让我现在更加确信说，一切只是我们的努力还不够而已，那真是。